哎，你跟老大互动一下吧，啊，你觉得用什么奇妙的方式，老大才能回应你，啊，有意思的互动方式，你跟老大，你让老大亲包子一口，包子来，包子，你亲一口，老大，亲那个，亲。你下完了，给包子下完了。切老大，老大对包子还不错。老大对包子不错。你让老大跟你互动一下子，然后你看老大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一个特点啥的。你给他下达一个什么指令？老大握手来，握手。哎，这个。你不用，我得最简单，这都最简单的了都。最简单了，你亲一个吧。你来，亲一个。你不相信？我看，真亲假亲，来亲一个。我看，真亲假亲。老大，亲亲。他把舌头塞进嘴里去了。你跟你对象说，昨天让狗给亲了。你还会把是湿吻的啊？你跟对象说，我让狗给亲了。老大，你会湿吻的啊？他那是飞吻吗？你这感觉太奇妙了，来真亲，再来一个。你这感觉太奇妙了，来，老大来。不，一下就激素上升了是吧？老大来，那亲一个，亲一个。老大，你这你最原始的方式。老大来，这怎么还不亲了呢？闻着味儿了。我有味儿啊。你这昨晚没刷牙？刷啊？刷牙呢？老大来，老大。怎么？你这不嫌我了？废话呢？坐下来，哎，坐下来。你让老大不许吃，你看老大吃不吃？你像 seven 吃的那么的，你让老大不许吃，你看他吃不吃？让他坐下来。包子，哎呀，包子，还有你哥，过来。你要干啥？你要找谁呀？包子，过来。包子，谁的吃你都敢抢？啊！你看，跟咱狗大的混熟了吧你？老大，过来，包子。给他一块。眼睛是不是瞎？是不是瞎？这猫大能抓猫吗？这猫大能抓老鼠吗？你说，抓不着。好了，包子，好了，你吓唬他，你给捏疼的就好了，捏疼的，后面，啪啪的两声，给捏疼的。那老大的吃的，我就不相信你把东西放老大跟前，老大都敢吃。放那边放老大后，放老大不吃。老大在吃的。你们给老大吧，你说老大不会吃啊？你跟老大说，老大不会吃啊，要老大不会吃啊，不会吃，你也不会吃，不会吃啊，哎好，你来，哎呀，包子，你包了。再试一次。老大来，不许吃啊！这猫胆真大，感谢小棒啊！感谢小棒宠物送的啤酒啊！不许吃啊！是吧？你看我的，你看我训啊，包子瘦了，包子想媳妇想的。前一阵给你吃吧，包子，那包子真馋。他前一阵想媳妇想的包子啊，你看我给你训练训练老大啊。来，包子坐起来，包子。啊，包子坐起来，老大坐起来。哎，我也坐下。能老点吧？啊。站。你看啊。操！
吓跑了。等等，不许吃啊！老大，你吃我火烧了，不许吃，我不愿意。No， 不许吃，不太香。No， 不准塞那里吃啊！预备，一、二。一二就不一定了啊，一和二就不一定了。你知道一和二不是，其他数是不能吃，对，只有三个。对。啊，好吧，那一和三，一，二。吃了啊？没有。哎，吃了？哎，哎，没有。吃啊？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吃。没吃，没吃，没吃，没吃。你问问，你问小牛吃去，你问他。你吃了吗？你吃是为啥？问呢？啊，我寻思你是小。